这一瓶连进的牛樟芝山铁全能饮，它打破我对牛樟产品的刻板印象，不含咖啡因，所以不会影响睡眠，却能在我精神比较疲累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调节我的生理机能，以滋补的方式。它的包装外盒特别强调山铁，我建议大家去查一下山铁类是什么。我太太总是说，既然要吃进去身体里，一定要有去查清楚它的成分是什么的习惯。牛樟芝原本偏凉性，因为很苦，加老姜及大枣属温补，可综合起凉性。比较市面上其他牛樟饮品，因为可以克服牛樟芝的凉性，所以温和，适合各种体质，特别是体虚或凉性体质的消费者，而且不同年龄层的饮用皆适合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太太饮用后要我天天喝的产品。狮子座对任何产品都是极其挑剔和冷淡的，因为他发现我最近压力很大，因为想拍电影，然后又要一边募资，然后一边把这个产品详细的介绍给大家，真的太累了，又累了，是即使能帮到我的产品。最近呢，我已经开始全台免费巡回讲座，然后要告诉大家一些我这十年来回信的一些很精彩的故事和心情，以及这些信对你们和对我的意义。所以都很忙，然后会陆续在八月底、九月、十月，应该全台会有举办十个城市，我甚至希望能到外岛去看看。希望我的介绍有助于你了解这个产品，并成为支持我的